我画的好漂亮啊！干嘛呢？这真的女人，我刚好帅啊！看她那个，就算我们欺负她，又关你什么事？怎么不关我事儿？全巷子的人都知道，她是我未婚夫，我将来要娶她的。 这丫什么？秀色可痴。吃什么痴？可餐，给你说多少遍了？你腿还没好，你得，你又怎么了？没事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这位白天的一点女神架子都没有。女神，就她。上来，我拉着你。 他们说爬我最高的地方，你看到海呢？还是你下来吧，太危险了。哪里危险？这么矮的梯子，对头老发达，是指简单的人才是危险。算了算了，你这人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要继续爬了，不管你了。林凡一，你也太没用了吧！同性女娶这个废物回家干嘛？<笑>快跑！林凡，我今天要把你们打。 同性，你这样不行的，你是个女孩子，不能总用暴力解决问题。不是我想用暴力解决问题，是他们老欺负你，我不得替你出头吗？那你以后长大了该怎么办？长大了再这样会被抓到警察局的。那等长大了，你保护我不就是了吗？ 哎，你干嘛去？我找他有事儿。坐下。我懂，你按耐不住想要去见白天鹅的心，而且你不觉得这么美好的画面，你的出现很突兀。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